今天是2021年6月21号，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的9点10分。我看一下有个人呐、我最近怀疑他是一个心理长症啊。虽然他出现了，很久了啊，我也给他好几次给他家人，临牌过，但是呢，临牌因为例数比较少嘛，涉及到的案件不是涉及到那个，那个心肌种子或者外星人这一类的，但是呢，最近呢，我看他的表演，看他的留言，看他的那个说话，越来越像一个心肌种子啊！啊，我看到一个非典接触的，接触的下来，接触的下来，稳稳妥妥的就到了地球上，稳稳妥妥到了地球上，到了地球上，他从那个从非典上直接走下来了啊，直接就走下来了啊，好像那个体力很强的那样子啊，很强的那样子啊，好像在哪个地方，自己选了一块地一个，选了一个帐篷，一直接就搭出来了，直接就帐篷就搭好了，搭好了一个，就开始啊跑到河边啊，直接去舀水了啊，舀水了，看看这个水的性状，看看水的性状啊，然后呢又把植物看了一遍啊，他好像功课做的比较足啊，功课做的比较足。所以啊，这样他来的时候，还是带着很大能量，储存了很大的能量过来的，而且很长时间不需要用地球上的那些物资。但是啊，他功课做得很足，功课做得很足以后，他知道地球人要用水，要用粮食。所以啊，他一到地球上，首先看水是什么样子的，粮食什么样子的，而且是知道地球人会搭帐篷，他帐篷也搭好了啊。所以啊。他好像胸有成竹的，胸有成竹的，水也看够了啊，然后那个粮食也看够了啊，帐篷也搭好了，然后啊，他就大摇大摆的就直接走到城市里面去了啊，走到城市里面去了啊，他也学着人类的样子同人家打招呼啊，但人家有没有看到我不知道啊，至少他没有害怕，好像很适合地球人的生活，很适合地球人的样子啊，所以啊，人家不太注意他是一个。星际种子或者是一个外星人呢、但现在他定义是什么呢？是一个外星人，他是一个外星人啊，外星人跑到地球上来了，但呢可以称之为星际种子，也可以不称为星际种子，看不同的定义了啊。有些人呢认为把那个外星人投胎都称为星际种子，我这边所讲的那个星际种子呢，是外星人投胎到了地球上面遇到了极大的困难，需要帮助的。那称为星际种子，他呢好像不需要帮助。按这个定义来说呢，他不是星际种子啊，不是我们所说的星际种子。但是呢，按广义的来说的话，他还是星际种子。但是我今天很高兴地告诉他是外星投胎啊，不算在我们那个星际种子里边啊，不算在星际种子里边。我们所说的星际种子都是到了地球上面，他没做好心理准备啊，没有适合这个地球，所以遇到了很大的困难。现在呢，天上的师傅叫我帮帮他。今天我要确认这个是不是星际种子这个人呢？他做好了功课啊，从外星人来地球上面好的很适合啊，很适应，不需要帮忙，所以呢，不作为星际种子，但是个外星人投胎啊，是个外星人投胎，所以呢，而且他的能量比较足啊，他还经常出一点子啊。因为他自己站住脚跟了以后，就有时间来看外围的世界了嘛。有外围的世界，所以出的点子很有前瞻性啊，很有前瞻性，很有前瞻性。所以啊，这个可以将来可以作为我们的领导啊，作为我们的领导啊，领导那批星际种子啊，可以帮助那些星际种子啊，可以帮助那些星际种子。为什么？他已经适应了啊。这个原因呢，他没有来到我们这个星球的时候，已经把地球上的方方面面都研究过了啊，都研究过了。所以呢，他到了地球上胸有成竹，第一步做什么？第二步做什么？第三步做不慌，而且他带了足够大的、足够多的能量，足够他在这辈子在，我说的这辈子应该是前世啊，足够他在地球上生活的那个能量都够啊，都够，都够啊。所以啊，他什么事都没遇到，
然后他睡了一觉以后，在自己帐篷里睡了一觉以后，啪，就融入了我们这个世界。这个睡了一觉以后，有可能就这个时间一过是不知道多少万年过去了啊，然后这是不久前呢、投到我们地球上来了啊。为什么从不久前呢？因为对他几万年来说的话，就是一个很短的一个时间。然后他出生了一个好像很适这个生，很适合这个地球啊。所以人家说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啊。如果你研究了很多的信息啊，那么这个灵魂呢，一旦很顺，哎，也就是说你所有干的好事，所有自己的努力啊，哎，所有干的坏事啊，对未来都起作用。他就是因为来地球之前做足了功课，所以啊，他做的事情都很顺啊，他做的事情很顺，因为他功课做足了嘛啊。好，我们知道了，他可以是一个看什么定义了。如果从需要帮助这个角度来说的话，它不是星系种子。如果不讲这个是来自外星球过来到投入到地球上的，那么就是一个星系种子啊，不同的定义啊。哎，恭喜他，哎，完全适合地球啊。好，就这样啊，再见啊。